跳伞不敢落地看看，天命独钱吃鸡爆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成哥。现在你们看看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传说中的国际服。说实话，辣条哥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我终于是在国际服当中充上了钱啊！刚充了一个这个398给了这个，这是多少？有点卡啊！这个因为是国际服，所以说稍微有点卡，充了这个4215这个他的这个金币啊！来，我们开始抽奖好吧？看到没，朋友们，这里面什么大风衣啊，连体风衣戴帽子，什么衣服黄金礼服、大头盔、平底锅，最重要还出来个大猩猩，什么芭比娃娃、小书包啊，什么？咱不再管那么多了，咱直接开抽好吧？就抽这个大猩猩吧，我感觉这个大猩猩这个应该是最帅的啊！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冒险国王，我感觉不太好看啊。这些应该不太好看，应该是我们这个是最漂亮的，对吧，朋友们？来吧啊，抽一次是1080这个点券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好像不够四次，天哪，我们还不够四次十连抽啊！没事没事，就这样先抽一个再说吧。抽，3、2、1，出来吧，老公！你去真垃圾，再出！哎，出来了一个紫色的枪，哎。又出来了一个紫色的枪啊，紫色的口罩，哦，出来了一个枪的皮肤，出来了一个口罩，好的啊，再来一次，出来个祭品，快点，哎，紫色裙子，再来一个，这是什么头帽子吗？哎，红帽子，哎，又一个裤子，还不错，我们钱现在是不够十连抽，通行证等级都升级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通行证都升级了，通行证可以领什么？哦，领了个这个东西，双倍经验卡没啥用啊，来，我们那个把仓库的衣服搭配一下，看看刚刚抽的。看这个什么粉色天使帽子啊，护士帽，朋友们，我的天哪，护士帽，这个帽子太个性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再戴个口罩，天哪，真的长得好像护士啊，护士的话得穿这个衣服，对，然后哎，这个衣服不是那个网上特别火的那个衣服吗？对吧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狗，刚刚抽到个大狗，就这个吧，没有抽到紫色衣服，再穿个小裙子，哎，这套衣服还可以啊，这个紫色，哎，这个裤子看着好有感觉，逐鹿者运动夏装，看起来好嘻哈好运动，但是他既然是护士了，就让他穿这个吧，好吧，再给他穿一个鞋子啊，穿一个普通鞋子吧，我没有抽出来太好的，这就有点恶心了呀，我们还剩900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再来抽一下吧，好吧，再来抽一抽，看看有其他的什么东西，其实按说也该抽好东西的，还剩900多，稍等，反正不行的话我就再冲一点好了，再冲成一个十连抽吧，稍等一下，朋友，我们看看别的东西，你看价格都一样，都是1080，那这个的话便宜一点，但是这个我们不想要啊，对吧？这是跟普通那些宝箱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我们就还接着抽这个吧，好吧？现在是97，还差200，大家稍等一下，我再充200，稍等一下啊。这个我发现啊，朋友们，这个里面的这些衣服啊，都特别的漂亮，就这个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，不是普通人，在官方里面我们根本就看不到，对吧，朋友们？看不到的话，这就非常的吸引人呐，对吧？尤其这个大猩猩，我如果最后一发啊，天美老公，如果你要是让我抽到了这个大猩猩的话，我就再充钱继续抽，好吧？啊，我希望你最好给我一点面子啊！现在钱已经到账了，好吧，朋友们，已经冲上来了，来吧啊！我现在啊，我求求你了，天美老公，快给我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大猩猩！哎，出来了一个降落伞，哈哈哈哈，点击不足，还要再充吗？不充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出来个降落伞，大家发现没有？降落伞，这是个什么降落伞？哟，7匹狼战斗降落伞！天哪，刚刚我们还抽了个枪的皮肤，我记得是在哪儿呢？在哪个里面呢？是什么？我记得是个步枪啊，是个步枪。咦，是个吗 ？SCAR 吗？不是啊，战物皮肤，外朋友们，这是什么鬼？为什么我抽的枪的皮肤找不到了呢？我的天，这是在玩什么？我们刚刚抽了个什么的皮肤，朋友们？想看一看都在这个冲锋枪。天哪，是个冲锋枪哦，是这个啊 ，UMP9 这个冲锋枪还可以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个冲锋枪还是可以的，其实。我们这个真的好漂亮啊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还是顶级套装，大家发现了吗？这还是顶级套装，天哪！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哎呀，我不行了，老公，你长得是太漂亮了，抽到这些真的是花了有400块钱，朋友们，我这次抽奖，抽到的东西很一般吧。总的来说，跟天美是一个习惯，坑死了。400块钱就给这破东西，这里出了个什么东西？出了个抽奖券，我们再抽一下吧。真恶心的，哟，立即充值，现在购买，充值达到。不是啊，哎，大家快看，我们免费领了一套衣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们这个，哎呀，笑死我了，我们抽奖没有抽出来衣服，送了我们一套衣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快看。送了我们一套，刚刚还送了个什么东西？还送了个头盔啊，三级头。对对对，还送了个三级头，大家看看，还送了一个三级头的皮肤。
太帅了，太帅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大家快看，哎呀妈呀，哈哈哈哈，这下子天美亏大了，没有抽出来，却给送了出来，太爽了，老公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里吧，下回再见。等过两天，咱们再让天美好好的亏一次。好了，拜拜。